又到了我们下一轮的比拼了啊！哎，你们俩在干嘛？跳舞吗？拍了一组。我手里你看，我们节目组做福利，先一人拿一个。你看，这么炎热的天，擦擦汗，来，多不容易，是不是？擦擦汗，擦擦汗。为什么要给我绿的？嘿，这帽子不错。什么帽子？真是帽子。嘿。而且跟你衣服好搭啊！而且你知道吗？我们新笑林一直特别的人性化，怎么讲？这么炎热的天气，一定要安排点就是轻体力的休闲娱乐活动，对不对？这是什么活动呢？我们接下来这个比拼呢，哎，我们两组嘉宾请向左向右看，娜娜和郑华老师向右没看，这是什么？我看不见，我被挡上了。哎，这是什么？你们怎么叫这个？我跟你说，这个东西啊。有的地方叫苞谷，有的地方叫苞米，有的地方叫玉米，有的叫棒子。啊，你别看这玩意儿不咋厉害，四个名呢。哎，对，称号很多啊。那我们在这里呢，我们东北人管这个玉米啊叫苞米，所以我们这个环节叫做掰苞米。哎，听上去好像这个掰苞米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它才不简单呢，这个我知道。你给说一下。就这个苞米叶子，它拉人。拉人。哦，对。上面有小虫子咬人。啊，对啊，小虫子。然后那个茬还有那个扎的，还有扎人，弄在身上。好。啊，那个苞米须子还养人。好，对方选手得分100分，你全答对了，所以我们很贴心的给大家安排了套袖，就是这个原因。那么接下来掰苞米怎么掰？在规定的20分钟之内，谁掰得多谁取胜。不是，关键是我们是要冲到那里头去。当然就要冲到里面，这个还不算，这有什么意思，对不对？掰了的苞米，我们没有容器可以盛给你们，就是没有容器可以供你们把苞米放在里面，所以掰了苞米还不能放在地上，就只要苞米落地那一块那一颗苞米就不算。所以你是要放在兜里啊，还是这个鞋壳里啊？你们家那个兜里能装苞米吗？还是衣服里啊？哎，这个就是看我们两组嘉宾各出妙招了。听明白了吗？太难了，太难了。所以你们两组嘉宾现在都已经听好了，是不是？听好了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真的有啊？还行吧。有。别硬撑了，别硬撑。我就说咬你，咬我。啊，不管怎么样，咬你。来，我说3、2、1，我们就计时开始了。他是那边，我们是这边，是吧？20分钟啊，来，3、2、1，计时开始。